念佛消业障，度病免灾殃。功德好事啊，什么是好事呢？帮助这个世界安定和谐，和一切大众对早到暗拢会当生欢喜心吗？这是功德啊，帮助众生离开苦难，劝别人念佛求生净土，伊真正往生咯，你做的功德就真大。伊所以能往生，是你帮助伊啊。将来我往生，我所帮助的遐人，临终的时阵，拢买来帮助我，报恩啊！做好事，做功德。不过有你伫厝内教囡仔，囡仔教好了，功德大啦。对得起祖先，对得起啊佛菩萨，对得起阿弥陀佛。学生学好了，未讲有歹念头，未讲有不正当的想法。这个功德啊，那么是你帮助别人，你帮助伊脱离六道，这就是功德。所以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阵，这些善因善行拢会起作用咯，帮助人养生，帮助人离开这些吉祥啊。极乐世界是真有，实实在在真正有的物件，咱爱甲恢复。家有的物件，拢总爱甲离开，都唔通过低落。这侪人破病，啊，病是业障呢。业障若消，病就好了。念佛消业障最好的方法，第一定的好事啊，就是弘扬如释道的经教啊，功德就真大。什么奇奇怪怪病拢会好去啊？人无论是青年啊，中年，就是讲怪病啊，癌症啊，那么是业障引来啊。你会当加业障梦想啊杂念，害人的代志，真正会卖做业障。就会消气啊！人家做好事，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，相信念佛求生净土，第一大功德啊！大功德都有大果报啊！唔免去求，自然就会来，求嘛求未到。求拢是妄心，到时阵伊就来咯。关于此功德，庄严不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心。共生极乐国。
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